第二天凌晨4点下大雨，今天大雨会一路下到中午或是下午。Day two 琵琶湖雨战。Day two 小地上。Day two。下大雨，干。我拼我拼我拼好水你好水咯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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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不容易啊！你看后面那个已经呛掉了。琵琶湖台风雨模式，要求哦。李家。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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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再次出发 ，Round Two， 要直冲北湖了。好，雨停了，风也停了。水嘎。水嘎。水哦。二度出航。再度出航，出航喽。他说这边一直都会有雨，冬天也会有，但是今天这两天刚好没有。这边是一个比较好，他认为比较好的区域，他的主场太远了，太远，讲太远比较好懂啊。OK， 干嘛一把手？来，多点墨雨，终于等到雨停了，开战了。OK， 来。呼呼！怎么这么准？哪个 skill？ 没加油油。哦，勾举。小滚一下。啊，拍给。哦。哦。随便要50。随随便便要50，耶呼！55，楽すぎる。哦，55，55かな。他说不到，看这太大了吧，这太轻松了吧。やはり OK ですか？啊，55。啊！耶，55啊，我又喊55。すげえ。对啊，跟我们看，就是他们是应该是长点啦。意思差不多的意思啊。好轻松哦。やはり昼が釣りやすいね。他是屈原吧？干，太扯了。55，55，本当に55です。他的耳上面应该有什么香香的东西？对啊。なんか秘密のあ匂いがついているですか？Secret。哎呀，喷鱿鱼剂啦，真的啦。Secret， マジか。Yes。啊 ，Secret。大角度。开始先温柔一点。开始先温柔一点。大幅度的往上飘。频率不用很高，频率慢一点没关系。还可以往上的。卡死的话，你那个草你怎么抽都抽不开，往上抽。哎、欸，可是开了之后嘞，真的。啊那？那个落就是一个过程，这是重要的。Thank you.
哎，给的。嗯，来了，开机哦。不确定，等一下。先开机嘛，管他的。哎呦。皮。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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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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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像是。是。鱼。慢一点啊，60啊。Yes. 哦，跟昨天一样的剧本。对。吉诺多纳基。Skate. Nice. 这个我做。Slow. 杆子压低。哦，来了。角度很棒。我们要开始播大片哦。录影的角度很棒。OK。哎。继续卷，不要停。哦。一只比一只大。哦。哇，好大哦！我突然好大，推到菊花去了。这有接近到，我看其实一开始就，对嘛，这种大大只的就感觉吞起来之后就没 feel。我要换 emok。好猛哦！60，耶耶耶！69。62，62，干得好啊，都这样啊，好吧。哎，你自己解锁了呢，好爽哦！从头到尾都绷着不起来，就呆呆在那边，是不是？好啊，换位置就咬了，干。过来，我给你换位置，我丢下前面，好啊。好爽哦！怎么这么爽？啊，60怎么这么好钓？对啊，有人好像就这个没有很难的，对不对？对啊，一条50，一条60。啊，今天晚上请客的人是不是变成一个了？对啊，好，没办法，今天大餐哎，没办法跑哎。对啊，看，帮我拍，看全都可以进去。你要好啊。哎，再不再帮我拍一下？哦。真喉咙 ，OK， 好帅，他眼睛很怪，他在把屌放进去啊，三个，啊，他咬什么时间点？咬什么时间点？什么动作？怎么这么轻松的感觉？我抽，就他就砰一下 ，Next one， 那你怎么确定他在啊？确定他在，因为他咬了之后，我就抖，他就再吐一次，再咬一次。你有感觉到？有啊，他拉你吗？就第一下是我就撞到，然后我就抖，然后就再又含一口进去。对，就跟教导讲他妈一模一样。哎、啊欸，兄弟，中一只鱼来看看啊！我已经持久。不好吃。对啊，哎、欸，中了。Great girl， 哦，开机。咋个了？哦，是哦。OK。小哥好远，他超远，他是落下死走的。应该是落下死走了。天选之人。天选之人，5%耶。好远。呀，我记录到起。哎哎，哇，可以，1%耶！哇，这波好像没有很大。他是就是，他就要求一直。哎，他这个就直接咬走，他就。OK。是再杀个哪里了？哈哈哈！达标耶！一日一鱼，这个接近50啊！有机会啦，应该有。太棒了！叽哩，不刚好？啊耶！用酒哈基，嗨，48 ，OK。哎哎呀，小心，亚龙，面夹呢，小心。啊，面夹呢？哎，ごめんなさい。嗨。小手提示我。对啊。然后切线帮他丢过去，他就嗨。48拍起来不错啊。对啊。羡慕。这落下接的干、啊。羡慕。
都已经不想拿手机出来拍照了。有过的椅 ，OK。送你，来来来。厉害两公分，拜拜。但我都掉40级，傻小。还有差哦，同学。なんで全部40ですか？我那时丢下去，然后那边聊天，然后线怎么出去了？然后这一定是鱼，然后我还让他跑很久。さっき、はい。あれですね。投げて、はい。でかかって言って、来たね。さっき話したのやつ、はい。那个还需要弹它哦，不需要了，就直接开了。さっきもあのいつも走っているのは直接、うん、もっと待つは必要がないでしょう。あ、でも待った方がいいと。待った方がいい。さっきは待たすぎ？まあちょ、あ、OK OK。OK。はい。他说我刚那个等待其实也够了，等一下没关系。哦。对，没关系的。还是开线杯给他走。对啊，我还是开线杯给他走啊。我就开走很久呢。过程的那有。对啊，我还按到那个就是手机开机录影哦。嗯。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开一下线杯？现在可以开。哦，要把它关掉吗？也可以。哦，你上面你去前面拉。我在前面被拉出来，后面我在后面说，我叫我去前面。那、啊、我刚刚后面中雨啊，现在前面中雨啊，我们总是要与时俱进嘛。没差啦，我就等一个落下。不过我认真说，这是我人生中最远中雨的一条，没那么远过，好久。但是我就没有落下那个命，1/500耶。干、欸、那个。这琵琶湖这种状况落下重，我觉得可以缩嘴一段时间。我是不是过几天就看到你在什么非常路亚上面贴说这是琵琶湖怎样怎样，居然圆梦62？我没有在社团泼过文。哦，你这样泼第一篇了吗？肯定是不会。反正这边就钓撞山壁嘛。对啊。撞等。嗯。需要跳高？不用。不是一样吗？它就是撞山壁。反正就跟那个墙壁互动吧，互动到鱼愿意咬你。OK。哦，给打。嗯，咬了。给打。不要带相机，等一下。OK。来，罗。罗豆。杆子朝面鱼，收虚线，杆子面鱼，然后快卷再开始带杆，卷到动到不行再开始带杆。呜、哦，太猛了！有喽，快点！不小吗？不小。慢一点。呜，不小呢。目测多少？50有，50上。卷，不要停，卷。哇，好大哦！有下，在干嘛的？套遮囊。有干。哦。哦。帅。不是杆的问题。帅。你不要再掉了。你太强了。太强了。琵琶湖怎么这么好钓？琵琶瓜子里也是呢。OK， 啊，挂到哪里啊？菊花，蛮里面的。因为我其实蛮想早点开的，但是我跟你讲说，摄影机还没拿，等一下。哎，50，两公里，公尺过来。哦呦，50，好冷哦，怎么这么冷？不是说那边比较好钓吗？这位先生不断照。不断的中。江武德，不明中雨。所以你要推荐我换三个半打？没有，我觉得其实节奏一样。是什么没关系？啊、是人的问题。赶快丢咬口旗。我都小抽，而且有点像是抽虚线让它动而已，就动的幅度很小。都没关系，很多就跟他互动一下，然后动就再小一点。对啊，我是一直撞山壁的。今日最後二十分，就是啊，蹲二十分。嗨，对，今天。Simon加油嘞！Simon さん頑張って。65。有这么容易卡吗？那个我拼命撞啊！我弹开了，弹开会中鱼哦。我会等。你很珍惜这个弹开哎、欸。肯定要珍惜的、啊。你知道弹开有多屌？我们店钓那个纯石头场，
我朋友说弹开他妈就有机会中。嗯，你弹。哦，那你怎么下？哦，就是干掉，快嘛！然后马上下去，好干哦！哎，哎，这刚说完就再过来一次，哎 ，rest， get less， Simon， 干巴里马斯，嗨，这杆想办法跳半小时。因为北风北给你熬到这一杆了，我还蛮期待的。你想太多了。太急。下一次的甄选标准是五千玩得好的不收。哎、欸，我超级少玩五千。六月。五千很少玩的也不收。他说，五六年前标五千好钓的时候，他一个早上一小时五十家可以钓。啊？他五六年前的时候非常好钓。为什么？那时候很多。这也太开心了吧。他那时候啊，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全部让他丢里面，最后一次拿出来拍。非常开心。拿最大的出来拍就好了。的签约吊手，要从他的仓库里面把一堆东西都搬走。搬多少？搬多少？对，加价零元购。欢乐零元购。